逻辑基本上第一个啊，你可以发现哦，它前面好像数学里，哎，小学数学好像前面这个数字叫什么？叫倍乘数吧。那后面这个的话呢，叫乘数，是不是？哦，因为之前好像有看新闻，然后刚好就是家长就是小朋友不知道，就回去问家长，家长也不知道啊。哦，后来那个记者他有去问老师，老师看前面叫倍乘，哦，我就知道，哦，原来前面叫倍乘。我怎么知道？反正前，哦，所以前面要倍乘，后面要乘数，然后最后是一个结果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哦，利用 for 回圈，帮我写一个九九乘法表，然后并且可以输出的时候呢，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，那这个该怎么做啊？各位提示一下啊，其实你会发现，第一个，如果你要输出一个这样的结果啊，你可能第一个你要先找到这个这么多资料里面哦，它有没有共通一样的地方。啊，另外的话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变数，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它里面应该有的固定的字、固定的那个这个字串，有没有？各位可以看哦，比如说一乘一等于一，后面一定会加一个 table。一乘二等于二，有没有？后面一样有个 table，直到后面一直到这个最后，其实它的结构都一样，有没有发现？那也就是说。会改变的就是前面那个倍乘数，所以那个前面那个倍乘数，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变数，就叫 i。第二个乘数的话呢，就是 j，有没有？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 i 乘 j，不就是最后的结果了？那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刚刚好哦，可以当它输出的时候，第一个先就是分别改变 i 跟 j 的值。那既然有 i 跟 j，而且 i 跟 j 它变化的规则一定也是一到九。有没有？那只是说呢，我们像写这种东西哈，基本上你可以不一定一次写完，你可以分两阶段，第一个回圈先写，再写第二个回圈，因为这个题目其实难的地方就是要写双重回圈的哈，而且这一题刚好证照考试也会考到，而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OK，所以你这一题会的话，那证照考试的话也可以哦，就是利用，我记得好像是108还是哪一题吧啊。那所以呢，写的方法的话，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啦。那这个我分享一下我写的这个方式哦。OK，第一个的话呢，那当然我们可以怎么想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先从什么呢？for i 开始。OK，for i 的话，i 的值实际上就等于什么？等于那个，等于假设我今天先输出什么？去输出第一串好了，第一列有没有？横向一列。然后在底下的每一列，那当然这里面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一乘上一等于一后面一个 table，哎，所以我其实只要怎么样，把这个 print 的规则哦，把它写出来，print 什么呢？括弧，然后前面呢，你会发现第一列都是一乘，哎，所以双引号都固定嘛，一乘上，后面的话是一个，哎，会变的哦，所以哦。我就是一到九，那我后面把它串在这里，string 先把它转型，string i 放在这里嘛，哈，然后后面再串什么？串那个一就放在这里，等于，所以再串一个什么？等于什么呢？最后的结果等于，哎，刚好就等于 i，所以基本上的话，后面的话就直接什么？再串接，把那个这个 string 哦，哎，再把它放到这里后面，哎，最后再加一个什么？加一个 tab。table 的话，前面有讲过嘛？有没有拖曳次元？还记得吧？反斜线加什么？换行是反斜线 n 嘛？那 table 的话是什么？反斜线 t 嘛？对不对？OK，这个常用的那个拖曳次元哦，也就是透过反斜线 t，它会帮我输出一个 table。好，哎呀，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哦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执行。不过执行看一下结果 OK，看一下应该没问题啊。执行，哎，一乘一等于，哎，有了。一个 table，哎，对，二，但是问题来了，哎，它变成直的，我要变横的话怎么办？还有没有印象？逗点，我们把那个后面的换行拿掉，有没有？end 等于什么？等于没有，这样子，加这个的话，意思说哈，把那个后面的换行取消掉，OK，把它执行一下。嗯，这样就 OK 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基本上哦，我们已经把第一列跑出来了。但问题来了，第二个哦，哎，所以其实第一步比较简单的，
但是第二步就比较困难，所以，哎，那我变成说哈，我前面这个数字也要变的话，那我该怎么变 ？OK， 好，这个可能，哎，请各位试一下。还有，好像上一个礼拜哈，那个用 Make 的同学是不是这边会有问题吗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问题。哎，另外一个同学，好，那这样的话，第一步就完成了。那第二步要怎么做？ 所以请各位想想看，哦，哎，J， 那变成说我可能需要再让它怎么样，在后面一定要必须要让它折行，换到下一行，然后就变2，再折行变3，再折行变4。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。所以第一个，先输出那个第一列就可以了。第一列的话就1乘上1等于1，1乘上2等于2。那可是换到 下一列变2乘上1，哎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变成下一列的话，那个倍乘数哦就又再加1了。好，然后这个逻辑怎么写？请各位试试看哦。